아까 지디 니들린 父皇，关于简儿的疤，简儿一直未曾放弃寻找调理之法。终于得以痊愈。这些年来，简儿身体欠佳，大小的繁杂事物都落在了二哥的肩上，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。现如今，简儿身体康复，愿为父皇分忧，也能让二哥轻松一些。简儿能有这份心，朕很是欣慰啊。 莫儿，今日选你来，就是将西山区的军务交给简儿吧。父皇说的可是整个西山区的军务？嗯，莫儿，有什么疑义吗？朕看你是新婚燕尔，想帮你卸下重担，还是莫儿觉得管理整个西山区军务？ 和协助六部处理大小事宜，都游刃有余了。自然不是，莫儿只是觉得七弟经验不足，一时难以掌管全部。<笑>这又何难嘛？你是兄长，应该多提点提点你七弟。此事啊，就这么定了。 谢父皇。是。李简，你心机竟然如此深沉，看来我不得不出杀招了。闪电，王爷。 王妃呢？小的正想跟您禀报这个事儿，王妃确实嘱咐过回府上用膳，但如今还没见人。但王爷您也别担心，王妃身手了得，又有主意，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要处理。不会的，王妃向来不食言，应该是出了什么事，我要去看看。 奶奶的，这小姑娘还挺厉害的，要不是那小子给我的药，咱俩非得交两颗。大哥，我还是有点害怕，那小子不肯说这女的是谁，万一咱绑了什么要紧的人，那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啊？怕什么？富贵险中求，但是这小姑娘的姿色，反正都得死，咱们先想想呀。你们敢动，还先试试。 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在哪里找到我的？我有没有？没有。我其实感动，没事。现在，你体内的药性应该也都散去。不过你记不记得，你昏迷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？ 我好像走在路上，有两个男子过来跟我搭讪，我没有理会，谁知他们突然撒出了一股粉末，然后我就全身发软，没有知觉。好了，不用再说了。那两个男子我已经抓获，闪电现在正在审问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王爷，进。王妃。 查清楚了，此事是戏班子里小橙子指使的。小橙子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加害于我？对啊，小的就是这么问的，但那两个人咬死了说不知道。
情况十分艰难，但小的还是问出了一条重要线索。什么线索？你倒是说呀。这个小橙子，他之前一直被班主打压，无法出头，但最近他成了一位将军夫人眼前的红人，便愈发嚣张跋扈。将军夫人？什么将军？不知道。但根据他们的描述，小的推断。推断什么？小的推断是王妃的父亲慕容将军。秋雨来了。父亲，生辰快乐。生辰快乐。好啊，快快落座。姐姐和七王爷，这是事务繁忙，真是让我们等了好久呢。是秋雨的错。慕容将军今日生辰，本王特地请了梨园的橙花蛋来为父亲庆生。哦，是吗？好啊，七殿下有心了。进来吧。母亲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可是不合心意。怎么会？那好，那就开始吧。是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啊！老夫今日生辰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小的。晦气东西，下跪什么？不能插跪。小橙子，你先退下吧。为能让将军满意，小的惭愧。母亲为何如此动怒？难道是之前听过这戏子唱戏很不满意？我从未见过此人，你不要乱说。父亲，星儿和二王爷给父亲带了礼物。不知爹爹是否喜欢？喜欢，肯定喜欢。二殿下，星儿有心了。慕容将军，这是我和秋雨特地托人打的剑。什么？好剑，果然好剑。多谢七殿下，还是我女儿秋雨最懂得为父喜欢什么。对了，父亲，母亲呢？方才在席上出去更衣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将军。什么事？报将军，夫人刚才说吃醉了酒，想出去透透气，但她不让人跟。不让人跟？方才母亲看到橙花蛋时，脸色就不太对劲，他们不会有什么过节吧？
夫人。夏生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明着来我府上表演，怎么不拒绝呢？夫人，我听说有一个秘密住处要演出，然后我就被那些蒙面的人给带过来了，小生想走也走不了了。蒙着眼睛啊？那你为何在此停留，还约我出来见面？你好大的胆子。夫人，那不是你约见了我吗？别闹，你看看吧。这夫人，我这也不识字啊。定是慕容秋雨设下的局，你马上离开，快走！夫人，现在外面肯定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，你从这翻墙离开。夫人，这我也翻不过去啊！你不是常说将军对你宠爱有加吗？你可没有办法救我的，对不对？夫人，你快帮帮我吧，夫人！你听我说嘛，是不是嘛？啊，夫人，哎，快走，你不要命了！走，往哪里走？老爷，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！老爷，贱人！将军饶命，将军饶命！宗室之手，就是他一只，在这软磨硬泡，时而引诱，时而又威胁我，都不是我的错！将军饶命，将军饶命！混账！母亲，别冲动，且听他如何分辨。将军，说。将军，小的是有错，可是小的也是上当受骗了。将军，将军饶了我吧！将军，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老爷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被冤枉的。闭嘴！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的，你个贱人！休了你！老爷，还是王妃你聪明啊，在将军生辰这天，将小橙子和流云一网打获。不过这样的下场，真是便宜他了。还不够，流云害死了我的母亲，这个报仇的机会我已经等待多年了。我知道，你想做什么，尽管去做便是。慕容秋雨，你个贱人，我要杀死你！杀死你！我恨你！反正我要完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大胆，竟敢行刺王妃！闪电，把他送到衙门去。是。慕容秋雨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刘氏，有人来看你了。心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费了那么多心思，我还是不能如你心愿。母亲，什么叫如我心愿？你早就知道是我害死了你娘，想替他报仇。可惜呀，心儿和二王爷不会对我坐视不管。如此对待你的母亲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母亲此言差矣，你与戏子有私，还让他用药陷害于我，难道都是我逼你的？你事发之后不知悔改，反倒来行刺，才会落得现在这个下场。这娘家也回不去了，这荣华富贵的日子也就到头了。哼，少来看我的笑话。母亲真是聪明啊，秋雨想什么您一猜即中。你给我滚，滚！母亲别生气啊，你要是这就受不了了，秋雨之后的话，可也就不敢说了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不听！你给我出去，滚，出去！
母亲，秋雨是真的为了你着想。你可有想过，心儿妹妹之后该怎么办？心儿，上次妹妹失身一事已经流传开了，西楚第一才女也变成了他人口中不知廉耻的女子。如今您的名声也坏了，想必妹妹之后的处境会更加艰难。我是真的为了你着想，你完全有另一条路可以选啊。你说，其实这条路母亲想必也知道，只是未必愿意这么去做。不过如果母亲真的做了，说不定还能落个不甘受辱、贞洁而死的好名声，这样心儿妹妹之后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。你是想让我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选，就要看母亲自己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望你母亲，她似乎看起来不太好。你给我滚！你敢打我？我有何不敢？论身份，你我都是王妃；可论官职，我是堂堂四品将军。谁给你的胆子敢殴打朝廷命官？我呸！你算是配的朝廷命官？秋雨，你欺人太甚！妹妹，你可知单凭你刚刚辱骂我、试图殴打我这两项就足以挨板子了。你若是不信，大可以去告试试，我拭目以待。行了，妹妹，你要是想看望母亲，便快去吧，她好像有挺多话要跟你说呢。您在天之灵，可以安息了。当年我娘被流云所害，孤身死在乡下。流云上位，使我成为庶出，对我作尽虐待之事。我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草草了事，甚至不让我去祭拜。万一被人看见，流云做的那些丑事就可能会被人发现。如今你母亲的大仇已报，你心中的重担也该放下了。从小我娘就教我要赤诚待人，可当我看到她被奸人所害，我却无能为力之时，我甚至在想，如果我跟那些人一样的话……不会的，
有我在，不会的。你对我说过，无论我遭到何样的对待，都依旧赤诚待人。而刚好，本王的内心非常坚定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只要选定了，就一定会坚持。所以，有我在，不会的。